大家好，我是吴秋风，我今天为大家带来另一个世界下之预兆。然后呢，上一次我们就看了这个，然后他说这神奇的小圆点自杀浮游生物，什么要拿手镐砍他吗？哎，我不应该，附近有水龙头，不应该敲他，附近有水龙头，真的还假的？先过去啊。喂，王座，哎，我看到王座了。哎呦，这里有个小精灵，这里也有，这么多小精灵，这个是什么东西？水平线下，垂直栏杆，这是要干什么？哎，上面有一个圆环，我可以掌动它，但我不明白，不明白什么？不明白图形的含义，哪里可以转动它？木条缺少了它的同伴，哎，果然没错，少一根。王座，哎，国王就是法律，得与你才能获得。哎，这里有一根，这里有一根什么？得与你才能获得。哦，得与，我要获得什么？我得雨了。今天是我女儿的生日，她是天生的战士。然后嘞，喂，哎，可以。哦哦哦，下一页。她的成长过程中，一直有着旺盛的好胜心，一直想知道她生什么，一直想知道陆地上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但是海的女儿是不能接触到人类的海岸的，这就是规划。他失踪了，如果没有海之妖精或者风之使者哦，这叫送者，就能发现他，他又会去哪呢？哦，我拿到什么？哎，他出来了。How dare you enter my lair? Entering my home is a trespass beyond mercy. Which fae has given you the right to be here?哪个精灵给我这个权利？那个长老，精灵长老啊，给他。喂。Ah, I see you have won the gremlins over. Why would they trust a mortal? What do you want? Speak and be quick. 我想要眼泪，我想要眼泪啊。The mermaid's despair? You do not know what you ask of me. I must require a trade.Use the organic smithy to make me a crown worthy of a king. Then we will speak again. 你连皇冠都丢失了，你还配当王吗？真的太奇怪了，我还要为他打造皇冠啊！先看一下这里是什么。哎，移动瓶子，这里有一个哦，有一个不明的袋子。哎，没有东西了。这个石头又是什么？这奇怪的石头。我觉得不是自然形成的，敲下来，哎，没有用，那割下来，不是，那没有办法了，好了，那去下一个地方。这里有什么东西？种植区，这里有种植区，哎，种上去吗？哎，哦，要把这些东西种上去哦，还要种几个，还要种三个，喂，都在这嘛，种上去之后嘞，种植盘。哦，拿到一个种植盘，这里还有一根木条，这个碗是干嘛？还没有可以磨碎的东西，很好。鸡什么？这叫什么？鸡什么？哦，我看一下，我还没看清楚。这叫做鸡准面。什么叫做鸡准面？我的皇冠交筹失败了，卷轴显示因为我迷失了我部分的自我，我得重新制造一座新的皇冠。或许这次我会成功。皇冠，首先我得在水中放入一种具有魔力的粉末，将紫色的石这个字好难念哦，磨成，并加入水会闪烁，会有漂亮光芒哦。所以我要用这个十字镐砍了这个之后，把它磨成粉，然后加入这个叫什么种植盘里面，是不是？喂，下一页。然后我会得到找到珊瑚的本体，准备好培养盘，把它放入水中。有了养料，珊瑚会生长得更快，浮游生物可以提供它养分。最后放入它们，如果变成皇冠，那什么？如果皇冠变成紫罗兰色，表示我成功了。皇冠就是长这样子的皇冠，又一次我又失败了。珊瑚变成灰色，
卷轴并没有提到失败的情况，也许我出了什么问题，因为我能抓着他的记忆不放。什么记忆？是那个吗？女儿的记忆吗？喂，这里有东西可以抓哎，为什么抓不到？喂，抓不到，抓不到啊！算了啦，走了。看完了，这就是培养皿。哦，干净的水和培养皿，还少一罐培养皿。那小袋子里面有什么？哎，不知道。这里有一个小天使，这里也有，这里又有。哦，连续三个小天使，天使收藏者。哦，丰富经验，找到30个小天使了。这里有培养皿，还有什么我没看到的东西吗？没有了。手稿，手稿不能挖这个吗？喂。哦，可以啊！刚刚为什么不让我挖？啊，刚刚为什么不让我挖？真是奇怪耶！嗯，放上去啊，可以转了吧？哎，可以了。可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哎，应该是要转到有这个，哎，这个有没有？这个对齐就才可以吧？哎，看来需要再转。哦，都转成功了。哦，拿到东西了，拿到这个小瓶子，我就为了拿这个小瓶子哦。这里可以装水是不是？哎，不行，我先去把它磨成粉，把这个石不晓得石什么的磨成粉，抠，哦，敲成粉了。哎，有什么方法带上它吗？空瓶子，哎，哦，小袋子，装了小袋子，然后嘞，然后我再看一下。检查笔记，然后首先我先得什么放入魔法水魔法粉中吗？诶，怎么样？然后用培养皿先把它放到这里面，是不是倒入这里面？哦，倒进去，噔噔噔，然后嘞用空瓶子，诶，不能装水，放入培养皿，然后嘞把空瓶子放在这吗？然后我珊瑚和盘子都放入了，我需要一点，但我珊瑚要长得再快一点哦，所以我要去拿那个神奇的浮游生物。喂，哦，浮游生物是这样吗？就这样子，哎，装着浮游生物的瓶子，真的是这样子哎。啊，老头，很快就给你皇冠了啦！喂，给你装着浮游生物的瓶子，噔噔，呜、哦！现在要干嘛？现在要找什么？从左边开始，当所有浮游生物都变成紫色的，哎、欸，什么意思？我不懂哎、欸。这里，呜、哦，什么？呜、哦，要浮游生物都变成紫色的。这个吗？喂，哦哦，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紫色是这个，所以我要节省的用这一个。有没有？它全部变成这个的时候，它就会往下推进。哦，原来如此。喂，所以我要用这个，让它全部连在一起，有没有？哎，剩最后一个了。哎，全部变成紫色了。哦，所有珊瑚都变成紫色的了，噔噔，成功了！喂、哎，这是什么？皇冠形成了，我成功了，我成功拿到皇冠了，我铸成了。哦，你失败这么多次的东西，我铸成了、欸，我做好了啦，跟你谈。来呀、啊，哦。It pulses with life. This is truly an amazing feat.For the crown can only be touched by those who are true of spirit. 我以为戴上皇冠之后能挡住你的原型秃嘞，想不到没有办法。Well, 辛苦你了。My daughter is gone. Perhaps it is time to let her go. I hope she has forgiven me. Here are her tears, mortal. Take them and leave a mourning father in peace.悲伤的父亲，再静静待一阵子吧。你慢慢待吧。我拿到人鱼的绝望了，人鱼的绝望。放进去。
人鱼的绝望。那，哎，这里有一个门可以回去。You've got both the mermaid's despair and the proof of undying love. Only the banshee's grief remains. 还差女妖的悲鸣，人鱼的绝望和未尽之爱的证明，还差女妖的悲鸣。可是你真的是托马斯小姐吗？嗯，还是你是骗我的？ You saw me in a railway station. Perhaps your mind is trying to trick you. Of course, I'm not in any danger. I'm here, aren't I? 哎，你是不是骗我的？你是假的，是不是？啊，我要拆穿你的假面目！嘶嘶嘶！哎，没有办法。哎，所以我知道听他的，继续搜查这一个沼泽区域。是的，是我们要来调查沼泽。Deep in the fens, a harsh wind blows. It is said that this is the wail of a lady abandoned in the wilderness. Her grief and despair would not let her rest. She turned into a banshee, and now no one dares enter her lair. The wail of a banshee contains such powerful emotions that it forms a magic all on its own.If you can record it, it will make a powerful spell against the shade. 我要记录下女巫的哭泣声哦，蜜汁沼泽，太恐怖了吧！看一下这个啦，又生锈了，锁住了，撬开你，不是啊，看来没有一次成功的。这一把刀变得不神奇了，他说要什么？排成这个。点击正确的符号移动，清除挑出一条路。哦哦，我按错了，是这样吗？哦，按错还可以再按回来哦。哎，看来是按这里，按这个，按这个，按这个吗？哦，成功了，变成一棵树了吗？这是树还是人啊？哦，石头消失变成一条路了，旁边还有没有什么东西？进到森林深处。萤火虫之灵，名字还蛮好听的，可是看起来好恐怖哦。这是什么东西？这里有一条纸哎。我在小树林找到了我的钥匙，但我听到了一个声音，我看到了一个透明的水果水晶，里面好像是有东西。透明的水果水晶哎，我连布也拿走。踏脚石，还差一个。这里，哎，树根现在但我先必须想办法过去。哎，还差一个踏脚石，口袋里面有钥匙不是吗？哎，没有，初步没有钥匙。哦，为什么没有？刚刚他不是说有钥匙吗？还是我没有仔细的阅读文字？哎，所以我少一个，哎，这里有小精灵，我少一个踏脚石。可见这附近还有一个踏脚石，轮胎都爆胎了，有没有看到？轮胎都爆胎了。在我修好漏气的轮胎之前，我无法也使用这辆车子。这个轮胎都已经破成这样了，最好还能用啊！而且这台车已经放在这太久了吧，都生锈了。这里有小精灵，那有什么办法嘞？破布，难不成破布可以堵住？不太可能，那我再把割破一点，哎，也没有用。我到底在干什么？好啦，我们继续。我走到另一边嘞，就是从这里进去森林深处，不是去萤火虫之岭嘞，居然有这里，我居然还没看到哎，怎么会有这种事？我到底在干什么？有一个东西能帮我取出它，哎，目前取不出来。这里，哎，这里有花哎，只是什么脱衣到没有重叠的之后，哦，要脱衣花到没有重叠的时候，哎，好，那我来脱一下吧。哎，没重叠了，解开了，哦，里面有一个布手套哎，哦，托马斯被抓走了。What was that masked fae?It seemed to be made out of darkness itself. We better hurry home after this. 对啊，我觉得那个一定有问题。托马斯，那个应该是假的托马斯小姐。先把这些小精灵搜一搜啦。
连续三颗小精灵。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先到这边结束咯。啊，捡起记录，我一直想回到这棵树，就好像我一直在转圈子，我找不到出去的路。找不到出去的路，辛苦你了。这土太硬了，有办法让它变软吗？啊，目前没有办法。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拜拜喽。